今仔继续要来讲汉堡，台语讲美国挂包。美国一间真出名的汉堡，今仔日限时一天来台湾快闪，地点伫台北台地一间餐厅，三款限定的汉堡，我到11点开始，卖到下晡的3点，限量500份，每一个人敢会当买2份，因为数量有限，就惊抢无，有民众透早6点外就来排队。哇！这是 double， 真好运，买到招牌美国挂包，真欢喜。因为手中这个餐点是来自美国西岸上出名的店，若无这月顶是无去过美国西岸。来台湾一到年，透早就真人伫门口伫咧排队，开始要进行2点钟就有人伫排队啦。我们6点左右来排的。我有去美国吃过，因为我没有很爱吃汉堡，但这个汉堡是我很喜欢很喜欢的味道。那我觉得可能也有回忆的成分在。咱伫台湾会当食到美国才有的口味，这间店虽然有300多间门市，也毋过干咧伫美国尔，三个下再到其他的国家，即马第四摆来台湾限量500份，号码牌啊9点开始发。短短半点钟尔，就予人提了了。要这个阿妈有够骨力，伊也搬来做一滴排练。我们孙子在美国出国，很好吃。是请你来排队？对，他没空来。全世界有名的美国挂包，连大导演李安都捌伫奥斯卡颁奖典礼结束后伫接。日本的球星大谷翔平、贝克汉、林书豪嘛拢伫接。台湾的艺人嘛无多抵挡伊的命令。就看到那新闻在报说已经有人排队了，我就毅然决然的跳下那个跑步机过来这里排队，只能买2份，每人限购2份。Sorry， 王少伟 ，Sorry， 没有你的喽。I love In-N-Out， it's one of my favorite burgers， double double， animal style。我这是专门来买给我的家人吃，他们没吃过这个汉堡，可是我大学常常跟我的朋友出去吃啊。这摆活动虽然品项无济，因为除了有招牌商品以外，要有温总的菜单，有用青菜，冒特殊酱料，也佮有重口味的。短短一天的活动，敢那袂4点钟，嘛好在乡亲甘愿提早去排练。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文。想要掌握多元的新闻资讯，当然也包括体坛动态，就要锁定华视新闻频道，还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赞订阅，开启小铃铛。